王叔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训练了？没有啊。都写在脸上了，你不说我也能看出来。这么明显吗？别伤心了，没有他，你没准会遇见更好的呢。还能遇见吗？不会了吧，我这个岁数了。年龄大怎么了？我就喜欢年龄大的。年龄大有什么好的？王叔，要不我试试？什么？我知道我年龄小，可能不懂什么是爱，但是我每天的想法就是想跟你在一起，分享我的一切。我也知道你们的年龄相差的可能多一些，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别闹了，丫头。哎，我是折腾不起了。哎，王叔。啊？我没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